假如头发长度决定放假天数，我要放一万天。就你头发还没胡子多。亮，一厘米放一秒。你开学了。你指子是假货吧？一边去。到我了。妈呀，你头臭死了。这是大自然的清香。一股海鲜味。五十厘米放假五十天。哈哈，再见老师。你居然是光头，误会，这啥玩意，居然是海带，快跑回来，你放假零天立马上课，我起码放五千天，少吹牛，睁大你眼看清楚，没看见，用这个看，哈哈哈，就两根，两根也是头发，这怎么了，我管不着，快给我放五千天，想得美，一根五厘米放五秒，这么狠，没错，一二三四五，你开学了，天开学就开学，我不碰，我来，妈呀，头发这么长，我这头发从出生就没剪过，头发150厘米，放假150天，哦耶，旅游去了，都给我闪开，口气别这么大，爹，我头发可以绕地球3000圈，我才不信，爹自己量，一米两米三米，一年后，我的天，你的头发居然有38900米，怎么样，我放假多少天，你这头发有问题吧，我的头发杠杠的，你的这些全是假发，还想骗我，你怎么看得出来，假发标签都还在，这下完蛋了，你也放假零天，呜呜呜，完蛋了，并且把你家长叫来，呜呜，彻底完蛋了，假如一天有888亿小时，放学布置作业，放一天没作业，一天888亿小时，我该多寂寞，那给你10张试卷，写完再来，没了，下课。老头，放假了。那块和我炖了8888个小时的汤，哇，好香，尝尝。好苦，汤都被你炖糊了。把游戏忘记关火了。我出去吃。诗文，赶紧回来。快来看，快来瞧，既出品又香又辣的烤汉堡。这些，我全要。需要88888元。便宜，给。哇，大顾客，乱走。老爸，看烤汉堡。臭小子，买这么多干嘛？便宜，看着就不便宜。快吃。多少钱？88888元，100个。你这败家孩子，一个汉堡800多，还便宜。太饿了，脑子转不动。这些全在你零花钱里扣。呜呜呜，亏死了。第二天，老头，人呢？别说话，大功告成。这啥玩意？马桶飞船。够奇葩。说东西，走。干啥？去太空。不去。必须去。感觉还不错，必须的。哎呀，怎么再往下掉？坏了，那怎么办？这有降落伞。太好了，给我。只有一个，我怎么办？自己想办法，先走一步。这老头坑儿子啊！假如给你一亿，给你头像打一拳。我头像开朗网友，他来打你，肯定舍不得。啊，你的一亿，呜呜，下手太狠了。过来，头像是谁？我自己。爸爸，打完了。太轻，不算。你没说要用劲打，现在说了，看看没用。有用，我帮你打。啊，天上好多星星。给你一亿，呜呜呜，太疼了。我头像是奥特曼，那你惨了。奥特曼肯定舍不得打我。奥特曼出来，怎么是怪兽？臭小子，你头像就是怪兽。等，谁给我换了？呜呜，讨厌怪兽，等着。老板，把头像给我换了。换谁？奥特曼。10000块，这么贵，换不起。出去，我换，等会多的都赚回来。你更换头像，又来。快看我的无敌头像，奥特曼。没错，开打吧。偶像下手也太重了，哈哈哈！再给你1亿。呜呜呜！臭小子，倒了。我头像下手太重，打得我太疼。那你用你妈做头像，她温柔，肯定不会下手太重。有道理，我来了。这下1亿我拿定了。又来，我换头像了。谁？我可爱的妈妈。爸爸，来。臭小子，老师给你分。哎呦，呜呜，太气人了！老爸骗我，一点都不温柔。回家，走。不回去，走。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！救命啊！哎呀妈呀，太惨了。假如考试内容是鸭脖，考试开始。去玩骨头呢？肚子里。你成绩0分，吃了还0分。骨头要留下，一边去。呜、哦，亏死了。下一个。牙石刻准备着。开始。去玩骨头的。咽了。你也是个白痴，0分。为啥？骨头不能吃。我来。开始。好了。啃的什么玩意？还有这么大肉？20分。这么小。啃成这样，给你都不错了。呜、哦、呜、哦，回家要挨揍了。下一个。还得是我来。学霸，老师相信你。太好了。半小时后。还没啃完。马上。2个小时后。啃完没？烦死了，别啃了。马上。别啃了。啃完。哇，骨架完整，特别好。老爸，我啃100分了。想得美。啥意思？0分，严重超时。你没说有时间限制。臭小子，你也没问。不行，反正我啃干净了，必须有分。臭小子，给你1分。那还不如不给。那我就不给了。呜呜，讨厌老师。还有谁？我对肉过敏。听你吹。真的？不相信。是真的。要是真的，我给你100分。你保证？我保证。哈哈，很清楚。我的天，我考100分了。这不算。说话不算数。100分就100分。哦耶！放学，老师干嘛？我也对肉过敏。哎呀，去你的！当我3岁小孩呢？呜呜，屁股疼。假如身高决定你的学费，哦，身高0.1米，谁在说话？我在叫，救命啊！有鬼啊！你脚下吓我一跳，你学费1块，太便宜了。我来啊！谁在叫？你踩到我了，上得来，轻的踩。坤，你身高多少？80厘米，一看就不止。上来，身高2米，敢骗我？你学费2万，这么贵？都是高，学费高，亏死了。我来，身高多少？30厘米，那你学费？等一下，瑜伽变身。你疯了？你是羡慕？身高50米，学费50万，啥玩意？怎么高了还这么贵？看黑板。身高决定学费，没错，我错了，我变回去，完了，学费50万，呜呜呜，回大发了，怎么有这么傻的人？我来，身高10米，等一下，看我变小丸。
圆的。你脚下厉害啊，身高1厘米，学费1块，太便宜了，羡慕。终于到我了。你身高多少？0.5米，学费50元，给你。我的天，你怎么一会高一会低？没事，不影响。怎么越来越快了？电来药水快过期了。我重量，身高10米。快帮帮我，我停不下来。先交学费，给你。快让我停下来。没问题。不是吧，我成纸片人了。哇，现在你这身高量不出来，学费0块。太好了，慢走不送。我飘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假如薯片可以换钻石，钻石给我。没薯片休想！你想下。妈呀，薯片跟地毯一样。给我钻石，100斤，你100颗钻石。我来，给我薯片一车，这么多，干净的。2天后，臭小子，一车薯片全过期的，存了20年，那么久能不过期吗？过期换不了。哼，我去买新薯片。我来，薯片呢？在这。我瞎了吗？看不见。你用放大镜看，还是看不见？你放大镜太小，用我这个。看见了，太小了。薯片虽小，包数多，才0.5斤，你半的钻石。满足，去买辣条喽。我的薯片更多。有多少？跟我来，看薯片。打开门自己看。妈呀，薯片压住我了，快救我。来了，薯片太多了，快撑。3天3夜后一共10000斤，还不给我钻石。这些钻石全你的。这么多，还说我有吊车。我来。没钻石了。我有薯片。不要了，巨无霸薯片。有什么新奇的？月球那么大。吹牛。这是望远镜，看。没看见薯片在这边。我的天，薯片这么大，有多少钻石？等着，10分钟后，这是我珍藏了50年的钻石。哇，满意。我怎么去月球？给你太空飞船。哈哈，月球薯片我来了。假如校规由学霸决定，上课99分钟，加课1秒，不同意。我是学霸，我说的算。你想挨揍了？你想挨揍了？我错了。说完学霸的了，上课。99分钟后，时间到，下课。终于下课了。B 上课，不行，下课太浪费时间，改成全上课。你脑子被驴踢了吗？忍你很久了。你们必须爱学习。你们的作业这么多，还不够，再加100本。我想揍他。谁说不是？第2天，上课，我一夜没睡写作业，我手肿的比我脸都大，忍不了了。你想干嘛？跟你一决高下，走。救命啊！学长，你干嘛？我要跟他比赛。就你，我要当学霸，制定校规。别嘴不要腻了。别废话，出题。你接受吗？当然，请听好了，为什么新买的袜子痒痒疙瘩？坏的，特务没动怎么穿？学霸回答错误，王小丹你赢了。凭啥？这不公平！愿赌就要服输。可恶！我回来了。那又怎样？我决定以后下课99小时，上课1秒。你不是学霸，少做梦。我就是学霸。你是学霸，笑死我了。他就是学霸。啥情况？校长出题目，他回答正确了。你呢？我回答错误。不是吧？老师，以后校规他决定。怎么可能？校长决定的，我有什么办法？王小丹霸气，哈哈！以后没有家庭作业。哇塞，你太棒，还是我偶像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怎么可能没有作业？就是，绝对不行。我是学霸，你也得听我的。假如学校是你家开的，烦死了，少揍啊，出去。老师布置的作业正常，这正常吗？这么多，我写到明年都写不完。过分，为王老师也布置那么多作业，学生写不完。好好的校长，谢谢老爸。上课，是体育课。体育老师生病了，你又占课？是生病，不是占课。等着，老爸，你一天天又咋了？我们老师占课，占1-2节正常。什么1-2节？这学期我们就没上过体育课。喂，王老师，你占了人家体育老师100节课，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？我这位学生，行了，下学期把课还给他们。不行，我是校长，我说行就行。这不合规矩啊！别废话，少占点课就是规矩。老爸霸气，你也是，别一天天找我。2个鸡腿，只有精彩，我吃了，请不吃又不是我，我吃，给我吃。看来我得给大家改善伙食了。爸，想吃肉。说多少次叫我校长？校长，食堂没肉。想吃什么肉？炸鸡、汉堡、烤全羊。这就给你安排。太好了，走吃饭去。全素没劲。今天有惊喜。少忽悠我。就是，我们不是傻子。走吧。烤全羊。炸鸡、汉堡。想吃啥随便拿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学校是我家开的。你厉害。